这样的爱无能，真的活该孤独一个人。就休息，有什么我帮你整理，好不好？不许想了啊，休息。亲，谢谢你帮我整理成新的资料。应该的。啊，那个，你的秘密我不是故意发现的，抱歉。你生气了？所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得分低的人，这被你判出局是不是？我不想要这样。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合格的残次品吧。我对你的感情，就只是表格上的数据吗？我对你的真心，一点都感觉不到，反而需要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来告诉你什么是爱情。我是不知道什么是爱情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这样的爱无能，真的活该孤独一个人。